心啊，自己来的花轿的外面长了两株植物啊，小新想要把它拔掉，被我妈阻止了，说这个是可以食用的啊。内心表示怀疑，今天小新给大家录一个视频哈，看看这两株植物大家有没有见过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现在是外面，今天长春是阴天，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啊。即使是阴天的话，也上了两层遮阴网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光真的非常强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哦，就是这株植物，然后它长的是这个白色的小花，然后结的小果是这个的。我妈说这个是可以吃的啊。这个有没有人认识一下？整体给大家照一下啊。然后旁边还有一颗，花轿外面的地里的话有好多颗呢，这种小果果，小果果。这一大颗的话已经成熟了，给它揪下来啊，给你们尝一尝什么味道。这么难揪，哎，尝一下，来尝一下味道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，有一点点酸，还有一点点甜，还挺好吃的。最后我们来征集一下大家啊，有没有那个见过这个东西的啊，可以吃吗？然后可以给小新下方留言。好看。